稚嫩的童声唱出古老的山歌，非专业的人群有序的唱和，这是文化的传承，这是爱心的接力。艺术家与小学生、社会人士因山歌而集集一堂。这位总是步履匆匆、笑声朗朗、热情爽直的客家女子，是江西赣州市龙南县文化馆的副馆长廖小凤，也是当地老百姓心中的百灵鸟。多年来一直从事客家山歌的收集、整理、研究和普及工作，抢救性的发掘龙南高腔过山溜就是他这些年的收获之一。客家的高山山歌，如果是存留的好可惜。所以95年、95年啊，调到文化馆以后，我就一直有个想法，我爸几爷就说找到来，我想听听那个老玉你那么唱话的个，在哪里唱什么唱的，这跟那个山歌，就说是存留不得好可惜。所以到了2005年的时候，正好我跟村对口的在那个河北省文化遗产那个这样的一个普查的时候，我就拼命似的要到乡下来去找他的。江西龙南的客家人对廖小凤有一个戏言，妹妹找歌泪花流。为了寻找龙南过山溜，寻找会唱过山溜的阿哥，他流尽了汗水与泪水。你着急用的吗？你这是寻哪样了？喂，哒哒哒那个过山溜的。哦，跟老母穿龙没法防嘛，阿妈八百分是不会笑嘛。老母穿龙没法防。八百分，十分分香，耐心等候你到了。八百分，十分分香。哦，我这个唱的很漂亮，很好。苦心人天不负，廖小凤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坐公交车，在这个流动的公共空间里主动唱歌，期待会唱和的人。他原本会晕车。经历了无数次头晕目眩、翻江倒海，硬是适应了颠簸的公交。在嘛，在公开卷子，不是开父母那路歌，大家叫你做的呀，叫你看的。经过10多年的坚持，廖小凤终于找到了会唱过山溜的人。这还不算，复杂的方言、
又折磨了他许久。比如说他说喂到了喂到了你到哦，我就在想，我说流量什么意思，马上又打电话问老师傅，他是唱过山溜着山。我说哎呀师傅啊，这这么多年你都没告诉我，就是流量到你就打我，一直都说就是砍柴的意思，就是砍柴的意思。好，第一句弄明白了，是流量到了你就打我，你打好不哟，他也打了哟。我说是不是你也打他也打，后边他也打，对。哦，第三句什么意思呢？我在想，你打到了你打你也打，所以我都打又凶哦。一不明白了，我反反复复去推敲，日头快下山的时候你打我，哦，大家相约同伴嘛，因为这个过山溜不仅仅是下老虎的，后来就是砍柴邀请同伴，哦，流量到了那个地方，大家相约到了这个地方就打我，你一打后背呀，你一打学一娃到了又凶我，哦，你一打你到流量一打我，学一娃后面所有人所有砍柴的人都一起都上来了。哦，我后来就想明白了，那么为什么说他那么美，那么多人专家都惦记着他，就老说龙南的阳城过山溜，他就是好听，他就是独一无二，他就是那么的有魅力。我想明白了，你头一次来望开开，阿姑哈呼西风派，东一道来西一道，打了王娘廖小凤不仅发掘与推广阳村过山溜，还组织起许多山歌爱好者成立了山歌队，举办客家山歌公开课，开展山歌交流，到各地景区演出，以此传承传播推广山歌文化。橘子是一位听着客家山歌长大的姑娘，儿时的乡村生活，家庭的山歌熏陶，和长大后像汤明哲、余耀南等大师的情谊，与徐秋菊、曹彦长等师友的交流，为橘子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让橘子挚爱山歌，致力于山歌的传承。因为我爸爸剧团是那个时候的剧团是很鼎盛的时期，我们家住在那个剧团的排练大厅的旁边，所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演的山歌剧《刘三姐》。然后呢，就是利用我在我爸爸身边待的机会啊，去学他们一些台词。后来呢，就跟他们的那些演员就发展成为一种什么关系呢？我替他们记住台词，他们会忘记台词的时候，我就下面喊，然后谁对我好一点，有东西给我吃，我就给他们提词。所以他们这帮人对我的影响很大。哥啊哥，爱我慢慢行路。三年
橘子毕业于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现在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在教学之余，橘子致力于客家山歌的收集和研究。他将原生态山歌风格与自己在高校学习到的演唱方法相结合，并运用时尚的音乐技法来配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演唱风格，使山歌受到年轻人，特别是东南亚客家人的喜爱。橘子被客家人亲切地誉为新客家山歌代言人。以前是六人带，啊，后面汤啊，后面也是有啊，就所以苗乡去收收嘞，客家山歌诶相关嘅东西那些寥寥无几嘅。在后面就发觉，曲老师嘅歌，很多嘛新嘅客家歌曲，很多嘛个新客家山歌，很多流行歌，将传统同现代嘅结合，就连叫顺应嘅潮流嘅发展。如果一直停留喺传统嘅地方咧，就五年就免黑延长一代嘅一种寿命。月光的那边，那边肯定也是我们老祖宗那边。好，然后就这首歌就慢慢想，我一定要唱，一定要学，学会了，然后要唱什么时候，他们就鼓励我，你就唱呗，你那么喜欢你就唱呗。我说没有伴奏啊，然后就试着就找了那个橘子老师，这橘子老师给我伴奏，然后再放开嗓子就唱了，然后就有你那首歌，我才拿了话筒。在学习与研究客家文化的过程中，橘子走过了客家世界的山山水水，他的歌声也飘过了海内外客家人的心田。尤其是在台湾、东南亚等地的客家人中，他的支持者跨越了性别、年龄与阶层，也因为他在山歌传承、传播与创新方面的苦心孤诣、殚精竭虑，他受到客家青年的高度推崇。正因为有千千万万像橘子这样热心文化传承的客家儿女，热爱客家山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客家人对客家山歌与客家文化的前景更加清晰。对客家人来说，山歌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事易时移，山歌的形态有所改变，但它的文学与音乐价值没有丧失，更加值得传承。Yeah!
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中有保守派与改革派之别。温和的改革派建议在良好传承的基础上加强表演与竞技的色彩，客家山歌同样需要有识之士去粗存精，发扬光大。大家齐心在天游，村村子子啊都笑啊空啊，爱公爱母既要飞啊村前天秀啊，翠关上啊，好事啊公啊。山歌他不是说是有人组织他去唱，是他自己要唱，自发的要唱，唱出自己心底的这种呼声，这样才有生命力。你不需要保存的就留存下来了，现在不是了。现在呢，由于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大量的这个一个移民现象，这个空巢现象，这个有文化的人年轻人纷纷从山里出来了，山里孩子往外走太多了，留下一些老人孩子看家，这样这个山歌慢慢它就会断代，它就是本来它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不是了，让它贴标签，让它表演，表演我觉得也是传承的一个办法。我是特别希望有一些有识之士能够把这个客家山歌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因素挑出来美化。外面回来的，不管是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他们回来都是要天天唱山歌。嗯，所以你出到外面去，又碰到客家人，哎呦，你是客家人呐，你会唱山歌吗？对，都是这样的。在信息化的时代，经过众多有心人的努力，广大的客家人重新发现了客家山歌的价值。那些原本对客家文化一无所知的人，也都在不经意间被客家人的歌声与风情所吸引，参与到传唱中来。这种嘉年华般的场景，让人超越了性别、年龄、财富、身份的差别，挤挤一堂，其乐融融。1968年的时候，第一支的眼球班，1980年，哎，曾经培养过2000几的人中的弹艺同学，所以你问我话，究竟我搞了多年，真正自个很难算清楚。唱歌不一样，好多人呢用顺风节动作，啊，不是，我现在最遗憾的就是
没有把自己独立的东西全部传下去。如果跟我这个我找那东西跟那个实体一个火化，我是这是一个最大的浪费。我们当地的人唱当地的歌，就是骨子里面血脉里就会散发出你当地的这种客家地域的这种气息和文化内涵，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龙南的阳澄瓜汤除了是一种反映劳动的一种智慧，反映这个胆略，更重要的反映这个人与人的和谐之美，人与人的这种温情，这么多年来一直要致力去挖掘它，去推动它，去推广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出名了 A 机，我去赶个中药所啊！我觉得我的 A 托人要接引，去传承。我的人要做传统文化，跟我的 A 托人才，我唔错，大家唔去传。今天就我断层了。从沈哥我这样到了这里来，相对在舞台上的时间少，但是。我也是把我几十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的经验教给我的学生，只要我能活一天我一定干一天，我一定会坚持下去。最重要的是给每一滴花吧都含有一种中华文化的一种深奥的一种知识的客家山歌啊，而发扬光大，而一台一台呢，而流传下去，千品莫失传。你从何处来？你是哪里人？你往何处去？乡音识亲人。我们为客家文化感动，它是客家人永远的故乡。客家山歌，唱过了千年，还将传唱下一个千年。它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是客家文化的核心，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